整齐划一的脚步踩踏声响震撼全场。十一位身穿黑色的爱尔兰踢踏舞表演者，记者会现场先来一段为演出前做暖身。为了维持最佳状态，十四天隔离期间仍每天透过视讯连线排练舞步。九十位表演者彼此频繁连线练习，保证演出质量不受疫情影响，希望能如期演出。Of course, you all know with a pandemic, a lot of the world has shut down. So, as you can imagine, after 2 weeks quarantine, we are very excited to be performing. 彰化县长王惠美也上台跟这群表演者站在一起，现学现卖，跳起踢踏舞来有模有样。刚刚跳的那个都是最简单的舞步哦。那但是你看看他短短几分钟，整个就是汗流浃背，所以他是真的是需要非常这个大的这个体能的一个训练哦。王惠美表示，因为受疫情影响，国际表演者来台前要经过重重文件申请与筛检过关，能够不出国就能观赏国际级表演，归功于台湾防疫成功。彰化体育馆的演出精彩可期。新唐人亚太电视叶锡宏台湾彰化采访报道。